OK，有一个这么迟的、啊、偷钱，专门偷钱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他还炸我的书柜，我很生气。哇，书柜又不见了，他怎么去的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想说，怎么会有人在飞？没有，他死掉了。哎、欸，敌方的队友亮咯，敌方你也亮咯，亮咯。我们家底下也有一个人哦。难过。很底下、啊，我有点不想去理他。什么的？杰克，你要什么？去上面射的时候跟我讲哦。好。可能是因为我走过去最先的。12×3。反正你在追他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买了很多钱。嗯、跑什麼，我只是被炸掉，觉得很不爽。我有很多钱可以的。来救。哎、欸，他就不蒙奶奶。他怎么？这样？隐形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射到了。死掉就会。好像应该是一个角度吧。有，我有看到，你再继续往前，对，哦，有了。因为发光的话，就是有时候你的角度会看不太到。嗯、你的角度看不到。嗯，他几乎快要挖上来了。那我从上面去抓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有炸弹，还是你在炸啊？你们是相遇了哦？为什么炸我这？嗯，疾病，国王，时间，国王你怎么了？是我们啊，我们都疾病嘛。哦，我刚好死掉，所以我没有感受到疾病。疾病哇，送装备的耶！哇，火焰强力耶！好啊，哎呀，杰克，等这个波疾病结束就开射啦！好，让他们知道你很会射啊！OK，好毒哦！我们家有一只蓝色的，他们也哎呦，我们家有一个，哇，他刚还想偷钱，好险把他射死了。看到他手上拿那个史莱姆的，怕，偷，没事，哎呦，哦，啊，你在射了吗？我在塔顶射，有那个、啊、汪汪在屋顶最上面有盖，没有，我现在没，哦，那我过去了，我想说我现在人不在屋顶了，哎、欸，杰克，你要换工吗？哦，我这边强力五火焰的，不用，好。你在那边稍微垫一下，尤其最前面汪汪有盖到三格，那应该不容易被射到。好，对啊，你应该是可以有个保护的。等你走到那，我就飞过去买点牛排，好吃。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。来不？哎，啊，自己摔下去哦，没有。还有碎哦，那点一下我的黄金。哇，他们有一条通道是到我们底下，好酷哦！哦，那个被我利用了。啊、我现在还不在炮兵。这种烂炮兵。杰克，你要射了没？我正要过去，还没。怎么那么慢？哦，黄金。他们也有人盖高哦，杰克，你要小心哦。哦，四格黄金，那我先飞过去哦。飞 ，I can fly。哦，遇到他们光，光开 party 啦！哎，哦，哎，炸的不是光，上面的桥被占领。我哇，没关系，那先撤好了。我刚也把无敌用掉了，不小心弄到两罐了。过去真的太危险了，哦、好痛好痛！哎、欸，繁星，你要无限攻吗？好啊！哇，无限攻！有人在偷挖我们的塔，有一根箭矢吗？一根塔，还是我去地上捡？有，我帮你放进去了。下来。喂、欸，这不能盖。到底在哪里？偷我们的煤炭塔，神秘的结界塔。要去找他。无邪塔。哇！有、欸、喂！哦，上面 上面。嗯。上面吗？上。啊、哦！我现在看不到。从汪汪那边过来的。
是、okay. 就是之前来炸的那个那个蚁啊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小心你们被炸哦！他好像在那个顶楼。嗯，在顶。我看有没有办法盖高去会会他。哎、欸，他们右边入侵咯，一堆哦，讲真的哦。嗯、哦，我看到看到了。那我们先针对底下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反应 OK 吗？最漂亮。哎、欸，那个保险柜里面很多好东西。他们的龙蛋塔轰炸吗？有轰炸吗？漂亮。哎、欸，我是扎兰克。射到他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被跑走了，被跑走了。他在楼上。刚刚就缺炸弹，可惜。刚刚那个火焰强力舞在谁那边？没有捡到。火焰强力舞，你看看那个保险柜里面有没有？应该有。下去吧。有在里面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小伙伴功很好啊。会被射到，会被射到。好，我捡，我捡。先后退，先后退，后面，后面。遮蔽物，遮蔽物，小帮手后面，我是强力士的哦，他是给我哦，强力五无限火焰顶龟，哇哦，顶龟啦，流流流，在哪射啊？他从上面，哎、欸，上面的桥，房场、啊，那个太痛了吧？那一箭就死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集合点名，然后被炸死，问号。完了，他小、他的时机点也算得太刚好了吧？对不起，撒会。等一下，那个真的是他扔的吗？还是我们自己人扔的？啊？我已经躲好了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自杀炸弹客啦！我啦，是我，我就说啊。哇！我躲好了，可是被传回去。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啊，为什么对方没有？你有吧？对方没有爆啊！他没爆、啊。救命！没有对方，你看他们炸弹客可能是先摔死或怎样嘛，没有炸到他队友。集合点名是双方都回到家里，对不对？对。不是这样子，炸弹客哦，是他刚好那一瞬间死掉啊，可能刚好，对啊，没有捡到对吗？强力五的火火焰弓是60分，捡了然后被炸掉了，哎，肚子饿哦，饥饿哦，饥饿哦，饥饿哦，火焰，可能为什么刚刚为什么刚刚没有被炸到啊？有人如果刚个位置关系还干嘛，或者是比较远，我说有问题，那个放箱子保险柜。我刚刚捡到，你拿你拿，我又捡到了，在上面在上面，哎呀，没有，我等一下放保险柜。啊，被偷钱了！不，你在叫我吗？保险柜也有一把那个、哦，在右下角。欸、强力五火焰无限的。我反倒我做错一件事情。不要放保险柜啊！做了什么？只有红队对不对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是我。你啊什么什么啦？你断麦？不是你断麦？没有我刚才翻到我没有被炸，原因是因为你是 OP， 你没有切回来吗？不是，我传去他们家啊、哦！你传去他们家？传错了是不是？是国王传去他们家里，然后你们传去你们自己的家里，所以我刚没被炸死。所以他们没爆、啊，然后你现在死掉，所以你是在他们家被他们人干掉了。哎，对，然后没有，保持掉虚空啊，不会有事情的。保持掉虚空啊，但是等一下会在中间重生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为什么？这就有点尴尬了。没关系，这你自己调整好不好？出事难免有一些小问题。上面我们上面还有人吗？还有一个，那很强的一个，无限送掉咯，好，我要完了。角度我很炸了，不太好呢。哦，好像真的我找到角度。对吧？哎，有射到他。哎，我这把不是无限的，没关系，我去换。保险柜，保险柜里面还有那个强力士的。哇你都死了！哇，下面从旁边的窗户旁边来的，他掉下去了，他掉下去了，他掉下去了。
然后我的雪球刚有人捡到吗？没有。哦，一颗。好，那也，哎呦，这边有东西耶。哎呦，箱子还有。好吧，那我转战弓好了。对啊，箱子里还有很多弓，他应该掉下去了嘛。哎，我很多箭，他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对，他撤走，他撤走了，没事，暂且没事。重度强力三，强力四，好，强力四，还不错。有箭矢，放进去。跳了，烧死你啊！我们发光了，我们发光了。哇，小雨附了好多魔啊！可是我听到叠东西声音。书柜又被弄爆了。嗯，先继续。我觉得你扔书柜就算了。哎，这一关那个地方太容易炸到了。对啊，这地方太红。然后后面又有人想跳过来哦。第一个人，有死掉了，死掉了。呜，微光弹，微光弹地上很可怕。咻，小雪，看一下哦，兀子。有一个防弹衣，好，不要的扔一扔。现在好像僵持了一点了。嗯，啊，这地图很不容易啊！要脱衣服喽，脱脱脱，先脱衣服，小心内内，保护内内。哎，繁星前面有一个弓箭手，中！哦，他们是狂扔炸弹，啊、雪球过来喽，全部都只炸到前面。啊，繁星、啊，没事没事。繁星不、哦，你可以赶快去捡，我不知道你死在哪，没有再炸了。哎、欸，不要炸自己人，不要炸自己人。没有，我是炸前面的。好痛！他刚好丢，他刚好丢。啊啊！他还活着哎、欸，你要不要丢一下？感觉主要有天等一下，后面后面后面，哎呀！哦，你们在炸东西掉下来，你果然还是在炸自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东西掉下来没事没事。哇，我捡我捡！哇，这如果我飞过去的时候，那那没了，不就尴尬了？哎、欸，没有看到弓，弓是被捡掉哦，看到了看到了，你让看一下。啊！从小球射会打空哦。哎呦，剩下一个。我把弓给你了，你雪球给我。我把全部钱领出来给你好了。啊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就太多了。没有，我剩六十几块。他们也都是火焰剑哦。哇，这场各种附魔哎、欸，不愧是中介。哇，我想要不要飞过去的就好棒、哦、雪球纷飞。嗯有无敌感觉就可以飞一下，飞了！哎呀，哎、欸、中，哎呀，杀到杀到！我看到间谍了，怎么了？没事的。要打，要战就战。飞！那个洞，那个洞，我飞得到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前面有一小路，有小路，差点就要摔死。这个飞行好可怕啊！我扎他们一点人，好恐怖啊！没有还在那边吗？那个还在那边。我看到啊 ，ID。好。僵持住，僵持住了。在地蹭什么啦？我们还 OK 哈。哦，痛！炸物品。哇，他们想堆更高哎。嗯。啊，雪球过来了，还是退回去？上面怎么了？嘣嘣嘣啊！嘣嘣嘣。地图真的不很难玩、啊，等级很高，嗯，难度太高，对，没错。我觉得其实它可以有桥，这样比较会加速一点，不然会整的比较尴尬一点。
可以，不会有桥，但是会有另外一个东西。哎呦，哎呦，传送门、哦，敬请期待哦。会每个人有那个漂流效果有没有？没有那么好。知道了，是传送塔。哇、哦、，portal 进那个塔里就可以传送到对方家。没有那么酷炫的东西。这么帅气，可以帅一波啊，二零。哎呀，帅！感觉其实可以去他们家的地道、啊。哎呦呦，管！哎呦哎呦，屁股烫，屁股烫，屁股烫。羞羞哎，想过去就被盯上了。对，好像是发光，啊、你都看得到。被射了，那就不好过去了。嗯，没手，没手，行吗？不行，僵持在这，双方射射射。哎呦，射到了，还不错哦。你过不去，我炸弹好了，我也过不去，僵持住。对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分数比较高。没错。哎、欸，其实第三天搬完了，已经最后啦。对啊，赌一波啦，随便玩啦。对啊，尽情的玩了。哦。要结束了。一百秒不到喽，那直接冲喽。开炸喽！带着手榴弹走吧。哎、啊，只剩最后一分钟了。慢！哇，高跳术！他是跳边飞边炸，代表我的象征我的到来。哎、欸、哎，摔、欸！欢迎、欸，最后一分钟。Hello， 领完了，欢迎。不、哦，我走了。哎、欸，哦，炸屁股，炸屁股！同学，你今天要跟我打？欢迎。欢迎。Go go go！ 我痛。Go go go go！ Go！、Oh.大屁屁，喂喂，小腾腾，哇，这追击都没死啊！哇、哦，很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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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来来来，要追我就享受炸弹吧，给我炸很多人！喂喂，火焰飞翔，飞翔逃跑！火焰飞翔逃跑！战争结束，结束喽！爆炸超短，一排。嗯，弹炮兵上线。哇，刚他们国王哦，国王被我们的小王者射死哎、欸，好猛啊！不错不错不错，结束，结束。有，就是这地图还蛮酷的，嗯，新鲜感十足，只是难度真的比较高一点，要有一些是让双方可以比较快速的往来啊，比方说那种以前的中那个机缘桥之类的，不然的话会太僵持了。嗯，而且我觉得那个消刺很 OP 耶、欸，很猛。因为你要想，如果你一个人先拿到，然后之后就算一点点钱也好。换那个手榴弹，然后就去人家附魔区那边去弄，可能把鞘刺的耐久度降低一点吧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可以。这可以大家看看，大家多玩几场都知道啊，刺激很猛。嗯，他们呢？他们网络还是没好啊。对啊。嗯。那我就哭哭。没听到。嗯，那我们就观众场二号啊、哦，可以啊，哎，等射击的地图啊，我觉得还蛮酷的，可以，等下可以换着玩玩看那个消刺啊，那消刺好爽，尤其是有烟火，嗯，完了之后你就不想要
用走的啦。嗯，我知道啊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啊稍等一下，嗯，换个 IP 啊。得，嗯，要炸一个观众场。感谢小帮手。别不。嗯好、哦、是恰刺，恰刺不是虾刺，苍蝇翅膀。我们等下刺激的啊，实打实啊，刚刚八喇叭，同一关吗？同一关啊，好啊，今天要多体验一下，看体验动能吗？任何的意见现在都可以炮轰他，我说给他意见。坏，然后你就哭了，我以后不要做地主。就是我刚上厕所回来，是上厕所。没有，我们刚刚说这个神作啊，神作降临。哎，当然当然。好自恋哦，好自恋的。我这边全部那不喜欢度已经到了一破万了，二零怎么办？你就要上热门了、啊，很好啊！哇哦！哎呀，地图很酷、啊。你是要磕特别重了，你小心。啊！好，重新弄个。地图。哦，知道了。我们等一下，哇！如果等一下禁用功，会不会太可怕？禁用功好像蛮可怕的。会，因为炸弹兵还是会。对啊，这样就不能地对空了、啊。好啊，还是要蛮可怕，都很可怕。你想说刚刚都没有，根本没有办法挖，因为你要过去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。嗯连个，嗯，有什么声音？有 IP 有换了，可以进来了。嗯，这 IP 这 IP 记得这个，那我去让观众进来。嗯，遮起来，遮 IP 起来，遮好遮满，准备的完成。嗯，喂，感谢，感谢什么？先帮杰克改成那个，先把他改成那个创造模式，他会把他改。
需要红石，永远启动连锁，重复。三啥回啦哈哈就是花艺啊吧好开心啊哇从这边就开始跑、哦、酷哦、欸、这样会看出来啊、怎么办？从里面看得出来，没关系啊。不然他们怎么过去？啊，不然就这两颗打掉，然后这边堆起来，这样就看不出来了。应该吧？哎、欸，看得出来，还是看得出来？好烦哦、喔！啊，我自己掉下去。抱歉，忘记了，我在看塞巴斯蒂安的攻略。不用看了啦！哦呦，我下狗快追！就买一条烟送给他。哦呦，他会哈你哈到死。我就每天去买咖啡送他。咖啡。贵死！你赶快挖到四十层去敲泪金比较。嗯嗯嗯。怎么不做咸鱼片？因为剩一片要有厨房，那就去升级啊。可是没有钱啊。那你想想看，蛋黄酱。你看他要一万块，他不喜欢蛋黄酱。干。直接骂吗？他不喜欢。没有，我不是说脏话。好。他超不喜欢的。我说他很有种。他是小学不喜欢的。就只有他不爱蛋黄酱，没有啦，还有其他人、啊，还叫做蛋黄约翰，蛋黄酱，蛋黄约翰，蛋黄酱，蛋黄酱，看一下，我记得我以前就是有送过他，然后他超生气。杰克，你有看懂我在做什么吗？他会说只有我能送人蛋黄酱，没有人能送我。啊啊！我还没用好，嗯，很急啊，只剩半小时而已，大家都很急。很像某个电影故意讲话，就那个啊，爵士好逼啊，冰。等一下，杰克，小杰，我在门口做一个道路骑士。哦，是哦，哎、欸，你自己看。我声音变小声了，有吗？小杰没有小声啊。对呀。啊，等一下你开你的世界，我就用这个声音陪你玩。小杰，我刚刚的是通翻到面包。你要配酱油吗？配酱油。请问小杰这样有吗？酱油吗？酱油吗？我听不懂这国家的语言。的预言，你知道是哪一部？我知道啊，我觉得爵士系列都很好看啊，爵士不辣啊，爵士好冰啊，爵士好逼都很不错啊。来哦，准备哦，我来看一下小帮手。哎、欸，这材质真的好棒哦。家的狗狗很凶。汪汪，安静。不看我的事好不好？我家狗哪那么凶、啊？你看，停了。我汪站过得去吗？没有啊。那入口在门口啊。哦、oh, ，好。入口在门口，你在讲屁话吗？在门口。实打实，感觉、啊。入口在门口是吗？有看到吗？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哦。PS， 有吗？我没看到哎、欸。有入口在门口啊！哦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，这是同一个人吗？还是怎么有巧克力人？小帮手吗？
小雨，嗨，没有可能输入很快，他就跑在门口啊，给他666，哇，又是他，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可以那个早一点去抢那个鞘刺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就是要这样抢，就集资石头有没有？不要抢对面的、啊，让他们也可以玩。不行，熊爸爸有本事来杀掉我们抢回来，感觉超级的有没有啊，也是哈、哦，我们是为了什么？公平公正的体验这张地图，也有可能确实有一方就是抢走两个鞘刺，我们可以体验一下。对，搞不好是我们被抢啊。对，刚刚就是其实是我们被抢，是他们好坏哦。真的。啊，等一下，集资石头给繁星石头，让你去抢，好啊，去想办法赚钱。所以高度到底多少？需要几个鹅卵石啊？问一下那个二零，嘿、hey ，高度大概多少个？20。高度，从到人到飞行船，大概你用打的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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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都听不到，你们什么都听不到，单向讯息。终于进去了，没关系啊。大家都很可爱。怎么了？昨天是给输啊。多一个。有人抢到。少一个。刚他们有一个人说他有问题，然后就多拉一个人，有可能他用别的账号了，反正没关系。RC 也是11个人，就是死打11一起。不要再多就好了。啊，那两个赶快进去啊！快去哦！不是有 TP 过来，叛逆啊！